这是我的今天带的包包，然后要告诉大家里面到底有什么，期待吗？近来人气超旺的女星张钧甯成功接受苹果搜身，110,000元的优雅 RV 包里竟然掏出不少神奇玩意儿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女明星的包里竟然有这个东西，它就是鼠尾草，我就会拿起来，很像自己做法，然后在自己旁边穿着 MMK 啊，背着 RV 还在自己前面扫，然后它就会帮你净化空气，也净化磁场。再来又是很奇怪会出现在女明星包包里的东西。当然我绝对没有在卖东西，基本上除了甜的以外都会加。有时候洋芋片买到原味就生气，然后因为我不喜欢原味的，我就会自己加，摇一摇，很像那种薯条的概念。好了，接下来认真一点，大家以为我来搞笑的。除了一些非主流小物，包里不乏浪凡墨镜以及 YSL 皮夹等时尚货，当然也有符合他文青气质的书籍啦。好了，重点是要拿出大家很好奇的化妆包了吧？如果有女生想要看保养，从前面看到现在，应该都气死了。今年刚成为方口代言人，胶原蛋白饮料就是他化妆包里不可少的爱用品。睡前会喝，然后自己就会想象说他在身体里面，在你休息的时候不断的增加胶原蛋白。演员是不是很爱想象？对，就是每个细胞进去。这个是也是我最近觉得他们真的超厉害的产品，等到吸收之后我再上妆就会变得非常贴。时尚动新闻，近一点，我皮肤是蛮好的。报道。